嗨，各位好，我是杰凯行销杰克。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一款，那个防摔手套。喜欢我们的影片或是喜欢我们的商品，欢迎订阅或按个赞，点个铃声呢，那有新品就会通知您，那各位来看一下哈，我们这个都是原厂的。我们不像有一些卖的很便宜的，我跟你讲，那个真的是可以啦哈。我们现在来看这个，你看这个做工跟这个品质是完全是不同的，这个原厂的这个防护手套，这个呢，你看哦，各位，它这个中间都有一个颗粒，一个颗粒就防滑，我们这个有触碰的，垫布，对，你也当滑手机的对吧？这里会有一个靠垫呢，就是你在长期在骑乘的时候可以靠着，会比较省力哈。这个呢非常的好戴，透气性也很好，透气性也很好，各位可以看一下，这个上面这个都是软性的防护，这一双戴起来，各位可以看，它就是非常的柔，它可以顺着你的手型。各位在外面再买一些所谓的这些防摔手套，各位可以看啊，或者是那些防摔衣裤啊，有很多这个的部位，或者是膝盖手肘啦，或者这个都不到位啊，它做的就是不是太后面就太前面，这个就刚刚好在我们的这个固轮家，可以让你很好的有一个操控性，这一双戴起来非常的舒适，非常的舒适，而且像这个反光效果都很好，不是反光了，就是能见度，让人家看起来就会很好，各位可以看一下，这个防摔手套呢，都可以，在有摩擦或是什么的时候，这个都很安全性很好的一双手套。这个可以滑手机的哦，这个是可以滑手机的，这个、可以有触碰萤幕，可以导电布，可以触碰，介绍这一款新的这个手套呢，给各位，希望各位会喜欢，各位请一定要相信，一分钱一分货，我们的商品保证都让你物超所值，而且服务好，一件商品用心服务，一键入魂用心服务，希望各位会喜欢，谢谢。